是我淘宝买回来的，那你特写一下。这些呢，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胶带，这种，就是橙红的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种紫色的，好看对吧？然后第三个就是有点特别，是这种星空样的，超好看的感觉，又失焦了。好的。视频哦。最后呢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订阅我的频道，以及关注我在 Instagram 上的账号。谢谢你们。